Hello，大家午安。今天呢，满满的新品都已经上架了，大家有看到了吗？好多好多的小可爱，然后还有小背心。今天呢，妞妞会花时间一个一个来穿给大家介绍。早上已经看到很多人在客服问的讯息，每一款小可爱的厚度都一样吗？每一个小可爱穿起来感觉都一样吗？每一个小可爱的材质都一样吗？然后都是一体成型吗？好，有非常非常多小可爱，今天总共有一二三四，快要十几款的小可爱，一个一个来介绍。今天呢，按赞、留言、分享，先送大家这个大家很想要的牛仔外套，但是今天依然还是没有上架哦。我们这一款预计还不会这么早上架，所以呢，请大家再敬请期待一下。那今天呢，就是会送这个给大家，好不好？Hello，午安。那今天呢？送这个大家都很喜欢，从昨天曝光就问到被翻掉了，但是目前呢还没有上架，请大家等待一下。但是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获得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非常好搭哦，在春夏都是蛮好用的牛仔外套，而且它又是这种复古刷色的，相信大家会很喜欢哦。Hello，然后昨天的商品都有买到了吗？昨天的商品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哦，尤其是 MIT 的那个洋装。如果昨天还没有跟上直播，没有买到的粉丝，你们也可以赶快去买喽。好哟，谢谢大家分享，你抢到你要的深蓝色外套了，真的先非常恭喜你。还有前面话先说在前面哦，就是如果想买冬装的话，我们的小帮手都有帮大家分类在现货专区，所以呢，如果你想要直接知道说哪一些商品有现货的话，你就直接点现货专区就可以了，我们会及时的帮大家做更新。然后再来的部分就是我们的出货日会一直出到2月1号，所以大家都不用担心，你今天所有下单的小可爱全部都是现货，今天下单我们明天就会出货，甚至今天下午就可以再帮你出货了，所以非常非常的快。那主要是让大家希望可以赶快收到包裹哦，好不好？所以呢，等一下妞妞就要开始介绍今天的小可爱哦，还有一些背心。好，这些呢，相信海外的粉丝会非常喜欢哦，因为这些正是你们现在的天气可以穿的，不论是小可爱还是背心，大家都得先买起来哦。或许现在有些人说啊，这种小背心我根本就用不到，海外的粉丝可能很适合穿，台湾的粉丝一定要先买。有没有看到这款白色？已经被抢光了，这一款我们年后会追加，但是我们现在一样是不开放预购，年后会追加。那总共有5个颜色，等一下妞妞会一个一个穿搭颜色来给大家看。好哟，非常非常期待哦！小可爱都下单了，小可爱大家自己要多囤一点货咯，因为呢，一旦被买光，我们就要等到年后了，真的是没有这么快。那再来小可爱，等一下妞妞也蛮期待的，因为呢要一个一个穿给你们看。那今天还好天气是暖暖的哦，比较不会着凉。好了，这外套也太美了，对不对？超漂亮的。好，大家一起来看哦。小可爱要听我说，对不对？小可爱，我相信很多人想听我说，因为呢，各个有不一样的功能，有不一样的穿搭感。好啦，那今天呢，妞妞再讲最后一次，那再留言分享就会送给这个我们未上架的牛仔外套，非常的好看，非常的实穿，非常的好搭哦。喜欢的朋友用力的分享咯，好不好？那牛仔外套还没有上架，有上架的话会再赶紧告诉大家，好不好？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呢，给大家看一下它的身形啊，比例都做得非常非常的完美，然后袖长就是我妞妞最喜欢的这种比较韩风的长长的袖子。好，要冲牛仔外套的赶快分享哦，好不好？好了，那今天呢就要开始我们今天的主题喽，当然就是来介绍我们的小可爱。好啊，一早妞妞呢就穿着红彤彤的哦，好，希望今天呢大家朝气满满。好，来，首先我要脱掉了，我要先来介绍。这个先来把它撕掉了，因为今天妞妞才到医院来去做个抽血检查。好啦，这个呢外套我就不说了，一般呢夏天你要拍照要披要穿都很好用，所以希望大家赶快来分享这个东西哦，好不好？那我就先放在旁边喽。如果是马来西亚要怎么购买？马来西亚很好啊，很简单，就直接线上订购，信用卡刷卡指定你要送达的地点就可以收到喽。好，来，今天呢我要介绍第一个红彤彤的背心。好。这个背心呢，先来跟大家说，它有非常多的颜色，直接拿颜色来给大家看。好，颜色好像不止5个我看一下，好像超过了。好，来，1、2、3、4、5、6，有这么多的颜色。那我刚刚讲白色已经被抢光了，现在呢，我们这一款不开放预购，但是年后到夏天你们是绝对买得到这一款，完全买得到，所以不用担心哦。好，这些颜色都非常漂亮，我等一下会一个一个穿给你们看。
好，来，首先呢，先来介绍红色。红色是我自己最喜欢的，因为妞妞很适合穿红色，大家应该都知道吧。再来，它都是高弹的。这一款其实去年就很多人买，我们连续也是做了5年这个款式，大家都非常的喜欢哦。而且呢，非常非常的优质。那今年呢，我们稍微改良一下，其实呢比较长一点点，然后弹度再比较弹一些些哦。好，非常非常的漂亮。那再来呢，其实它是一个细肩带的，常常会有人问妞妞说它会不会容易掉下来？有时候多少会不小心掉一下。但是是正常的，因为毕竟它的织带非常的细，但是这一款呢一样是我们背心款式里面的夺冠冠军王哦。不论是夏天还是春天，你到时候就会看妞妞一直穿的这一件，穿的五颜六色的，常常穿这一件哦。好，然后弹度大家都是可以做到的，有胸穿身材更好。好，妞妞是因为没那个身材，所以我里面一样再搭了一件我们家热卖的小可爱，也是非常好看，完全没有穿内衣。妞妞现在是没有穿内衣的阶段。红色呢，我觉得蛮喜气的，而且蛮适合大家，但是红色总是挑人穿，我觉得大家斟酌一下，斟酌一下，喜欢红色的，喜欢淡红色跟妞妞一样的，可以买这个红色，因为真的很便宜，然后很多人都各包很多色。但我先说这一款式啊，是今天我们不开放预购的，所以呢，年后一定会卖，一定会卖，这个大家不用担心。但是这个现货数量有限，先跟有在看直播的粉丝说咯，背心很值得包色，因为实在太好用，不论你是要当内搭外穿都厉害哦。好，那它是这种螺纹的弹力针织，所以呢，我们的质感做得非常非常的棒。滚条它是这种细织带的，会不会容易掉？我刚刚讲了，比较瘦的人有时候会微掉，但是这个微掉不至于你的衣服会翻下来，所以没有任何的干扰，只要再把它拉上去就好了。所以呢，这个呢跟大家交代清楚哦。那后背呢其实非常非常漂亮，它是细织带的两条，所以呢穿起来非常的修身哦。好，再来，颜色非常多，我当然是要一个一个穿咯。好，白色我就先不穿了，好不好？白色的部分我等一下最后再穿，我先来穿粉红色。粉红色也是非常大获好评的颜色哦，粉红色非常非常的粉嫩，然后呢穿牛仔裤非常非常的利落好看，再搭上牛仔外套或是一些衬衫的话，我觉得真的都蛮好看的。今天呢妞妞会花比较多时间，而且穿衣服会比较久，因为呢每一件小可爱都不用穿内衣，所以妞妞等一下再换的时间会比较久一些些哦。好，所以请大家要进跟我体谅一下。好，这个粉红色是非常粉嫩的、哦、如果呢夏天呢你有一些白衬衫，就是自己有一些白衬衫，这样搭都非常非常的好看。白衬衫你们有吧？好，没有的话之后呢再来跟妞妞买，之后也会上架。来，白衬衫你看一下，就这样绑起来是非常好看的，所以白衬衫其实很好用，里面你要搭各式各样红橙黄绿蓝靛紫的背心都可以。好，来，谢谢大家分享哦，早安。然后呢，粉红色它是一个非常粉嫩，也是提亮肤色，女生非常喜欢，第一眼看到就喜欢的粉红色哦。所以呢，不用担心粉红色，我就说这些颜色啊，全部都很百搭，会让你很难挑，弹度都一样，是一样好的。主要是我跟你讲，你有胸露出胸来，那是会更好看的，真的真的很棒。粉红色是新色哦，我们之前很像没有卖到粉红色，粉红色是妞妞今年帮大家新增的，喜欢穿牛仔裤、小白鞋、球鞋的人非常适合买粉红色哦。好，然后呢，再来的部分呢，再来要穿的是灰色。灰色呢，妞妞很常穿。只要呢我是在搭一些合身裙或是一些比较休闲的风格，来，灰色的部分我觉得灰色也蛮好看的，这个灰跟一般的灰不太一样哦，所以呢像妞妞啊会搭配一些这个裙子，来，有没有那天搭配这个我们 MIT 的开叉裙，妞妞就搭配这个灰色。如果你想跟妞妞穿一样一套的话，你也可以来买这个灰色，很好穿搭。你看搭牛仔裤的时候是比较休闲，搭裙子的时候又可以有点微性感的感觉。好，来，非常非常的好看，对吧？好，今天很难买哦，因为呢这些背心感觉缺一不可，每一个都要来各色包一下。但是这些小可爱买起来真的不贵，2入298，那这个也很像才100多块，所以今天就算你买了5、6件也才1000块，可能有的还有找。好，背心买了黑的也非常好看，黑色当然是主色大家最喜欢，但是这个是真的每一个颜色我觉得让大家自己去选择，我也就不特别推荐了，因为呢妞妞真的确实是每一个颜色都有。好，白色可以先穿给大家看，但是
白色一早就已经被抢光了，因为这个一直白色都是卖的非常非常的好，细肩带白色背心一直都是卖的非常非常棒的成绩哦。好，但是呢，白色我们没有，而且也没不开放预购了。这一款你喜欢白色，请你等年后咯。好，坊间类似的很像，但是请你去摸摸材质跟长度，有的是很像但不一样哦。好，来看一下。后背我现在一样是穿我们家两路小可爱298的小可爱，是我们卖的最好破万件的小可爱，等一下也会来跟大家介绍。背心没有衬垫，然后妞妞现在里面也是没有穿内衣，因为小可爱本身有衬垫，所以整个非常舒服，大家都不喜欢穿内衣了，自从买了妞妞家的小可爱，内衣都不想要了。好，白色大概是这样子，但是目前要等到年后才会有货了哟，好不好？好，外套还没有上架，85E可以穿，你是问小可爱还是背心呢？基本上我们家的背心跟小可爱都没有太大的限制，我们到 G 跟 F cup 的都可以穿，因为我们的社团里面都有粉丝来分享哦，所以呢应该不是没有什么问题，只是说你比较丰满，当然上胸穿起来会比较紧一点，那是一定的。好，这个牛仔蓝我个人很喜欢，我都称它为牛仔蓝，不知道你们定义它叫什么蓝哦。好，来，这个蓝色很漂亮，非常非常提亮妞妞的肤色哦，相信你们也是。而且呢，喜欢穿深蓝牛仔裤、浅蓝牛仔裤都一样协调跟好搭，超级好看加利落。那你可以穿一些黑色的外套啊，或是白衬衫啊，都会非常非常好看。还想要白，就是要年后了，就要年后了。好。所以呢，大家来来来，这个蓝色也是我非常大推的，而且蓝色你如果搭配黑色的外套啊，黑色的一些比较大地色的颜色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哦。好，那如果再搭一次刚刚那个衬衫给大家看，你看哦，这白衬衫搭这个蓝也非常好看，非常协调。白衬衫大家一定都有，但是呢，真的这一款背心怎么样搭都很好看，它真的很需要包色，但是你们可以先把其他颜色买下来，因为呢你现在买明天今天最快今天出货，最晚明天会出货，你很快就可以收到了。但是如果你要等白色的话，那你就要等到年后，但是年后最佳期这个可能又要在十天，所以就是要一关一关的在等，就看你们自己咯，好不好？而且呢，你看这小胸部的人他不会这样子啷啷的，大家也不用担心，你看他是整个完全服帖的。好，再来呢要穿的是黑色啦，黑色就是我们的基本色，也是大家必买的颜色。好，黑色的部分呢，等一下就要开始穿搭小可爱咯，有没有很紧张？好，来，黑色的部分呢，就是很无聊，就是全黑，但是呢，就是修身显瘦，大家最爱买的黑色。好，黑色，你有没有发现这一次感觉就是一个都不能少，每个颜色都很想要。牛仔裤目前不会追加，之后会出新款。好，不管你想要什么春装，之后二月中都会上架，好不好？大家敬请期待，好吗？好，然后呢，再来黑色，就是你看黑色搭配我现在这个小可爱是非常非常的协调。那黑色呢，如果呢你一般还可以就是穿搭比较，你看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可以戴帽子，就是变成是比较卡哇伊休闲的感觉都 OK， 还蛮多造型可以做的，这是要靠大家自己哦，不一定简单的背心可以做到非常非常有趣的。好了，来，所以黑色我要来脱掉咯，接下来呢我就直接来介绍小可爱了。好，首先呢我还是要先介绍我身上这一款已经穿到翻掉的小可爱。好，来，还是有点凉哦，所以妞妞还是要照一个这个。来，已经卖到翻掉的小可爱就是我身上这一款了。来，这一款小可爱呢是我们每天破万件的销售，真的越来越夸张了。好，每天包到手软，这一件呢是目前冠军得主第一名，它是销售第一。来，罩杯一体成型，再来呢后背是这样子的。来，这个我们实地有 SML 甚至 ABCDEFG 都 cup 都已经有穿搭测试过了，是没有问题的。而且它有一个很棒的是，它真的不用穿内衣哦，就可以做到这么完美的身材。这一件我想我不用再特别推荐了，这个应该大家都已经买到不想再买了，也不想再听了。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新粉可能不知道啦，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呢妞妞还是呢会介绍一遍。好，所以呢这一件呢就不用说咯，就是这样子。然后它有酒红色跟黑白色，基本上是一定也都要买的。好，来给大家看一下。
好，来，基本上有酒红，酒红一定要先抢，酒红快要没有了，非常非常漂亮。这件我就不一个一个穿了。再来就是白色，白色它最厉害的是它一体成型，完全看不出罩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厉害，买了五件，真的好穿。这就是我们目前第一名，但是我们今天出了超多新款小可爱，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追上它哦。好，后背是真的非常漂亮，完全不需要穿内衣哦，就可以伸缩自如，而且非常好看。它这个都是高弹的，你也不用担心。而且呢，我们真的是实地测试过 ，A B C D E F G 奶都可以塞得下。然后呢，你看哦，小胸部的人一样是非常非常的服帖，不会让你有曝光的感觉。小胸部更好用，因为没有穿内衣，可以让你比你原本穿内衣的胸部还大。我觉得这个是小胸部最得意的地方，但是这个也是要有买过才知道。好了，那这件我知道你们已经不想看了，所以呢，就现在来换别件给大家看咯。好，来，我现在呢要换上的是一件非常漂亮豆沙色的小可爱。好，这一件呢标榜的是高弹，它的面料比我原本身上穿的那一件还要再弹哦。好，很厉害哦。好，今天呢真的要穿很多的小可爱，所以请大家要给我一些时间哦。好，来，这一件呢我觉得适合什么样的身材呢？来，这个颜色非常的漂亮，它等一下我一样会一个一个穿。好，它有黑跟白跟豆沙色，这一件是它的那个螺纹面料，是标榜最弹。今天如果卖场上你要买最弹的小可爱，就请你来买这一件。好，这件小可爱是标榜的最弹，而且呢这件真的是妞妞太瘦，所以呢这一件其实有胸的人穿起来会非常非常的漂亮。然后它的螺纹来介绍一下，它的螺纹是超级高弹，而且一样是一体成型的面料，罩杯不会乱跑乱动，非常非常的好看。如果你有胸的话真的会有勾，非常美。但是妞妞真的没有那个身材啦，我只能把所有的东西机能介绍给大家。那这一款其实我觉得它这边弧度做得很漂亮，但是妞妞的前胸真的实在太瘦了，所以真的没有大家穿的那么好看。好，来，两件298。好，刚刚有人说怎么没有讲重点。好，两件298，而且这个包覆性非常非常的强。然后来，这个布料刚刚我讲了，如果你今天要买卖场最弹的小可爱，我觉得是非它莫属了。这个颜色你看，微性感，这个男友也会喜欢，老公也会喜欢。然后呢，黑白色是必买的。这个颜色呢，你说挑不挑人穿，其实我觉得见仁见智，因为呢它其实是穿在内搭，偶尔会像妞妞这样露出来，好不好？是非常非常好看的。很多人爱 V 领，但是有爱 V 领的人一定是有胸，不会像我这边都是排骨，好不好？所以呢妞妞会把每一款的机能介绍给大家。那它的后背呢算是一个我觉得很漂亮，它的后背就是一个蛮正常的。然后呢，来，这边的弹性是超级足的。我刚刚说了，如果你今天呢想要买就是最弹 V 领，然后最好看好穿的，我觉得就是非它莫属了，因为它真的是超级弹，超级弹。然后呢，黑白是必备的，你看看你要不要再多带一个这个豆沙色，因为这样子穿搭是真的很好看，就算你不小心露出来也是非常非常漂亮的颜色，也不会像内衣一样。好，运动可以穿，这个是我们家的小可爱，运动完全可以穿，因为你看包覆性够强，你也不会曝光，即使是胸部很大也是一样。好，再次强调哦，它是妞妞觉得今天每一个小可爱布料都不一样，一样的话我会拿出来跟大家做比较。好，这个呢一样，肩带是高弹的，肩带是高弹的，包覆性非常的好，弹力非常十足。黑白，我直接这样套下去给你们看可以吗？好，来，小可爱可以混搭吗？混可以啊，就是任选，我们的小可爱全部都是任选的，所以呢大家不必担心。好，我直接为了时间，我直接套下去白色给你们看好不好？好，为了时间，因为这样一款一款真的是我怕后大家等不及了。好，白色穿起来非常的雪白亮白，白色一定要买，真的非常非常。你看，我是直接套下去啊，因为为了省时。好，第二层，来，一体成型的，然后白色是一定要买，因为白色非常非常的雪白，你看可以把我的肤色变得超级亮亮亮 ，bling bling bling。好，有编号吗？来，我们卖场上都上架了，请你到卖场上自己去看一下。下围的部分呢，不用担心很紧哦，它都是高弹的，都是高弹的，包覆性非常的强。好，我再套第三件下去，我再套第三件下去，我现在穿了好多件哦。好，为了是要让大家看颜色。好，这样穿就真的很好看，都是 free size， 但是呢，我们家真的小可爱都有，就是
大奶小奶都测试过了，所以呢我觉得大家不必担心啦，好，不必担心。好，来，我现在主要是穿颜色给大家看哦，所以呢你们不要着重我的胸的问题。好，所以呢来，好，等等我哦。好，来，再来是要穿黑色给大家看，都是高弹力的，然后都是现货，今天下单，我们最快今天出货，最晚明天出货。来，黑色的部分，黑色更好看，如果你是有胸深 V 领更好看。好，那就穿了三个颜色在身上，一个是黑色，一个是白色，一个是豆沙色。所以呢看看你们自己喜欢什么色，我是觉得豆沙色很性感迷人。好，这些目前今天为止都是现货，但是你慢的话可能就要变预购，预购不幸的就是明年，就是所谓的明年，就是过完二月的过年，我们二月十一都是现货，这个很值得保守，我一款一款穿给大家看。好，所以呢来，我要脱掉了，我要换下一款，因为还有很多好看的款式。好，这个我要脱掉了哦，有没有什么想问的想要看的？垫子都是软的，而且是一体成型，不需要穿内衣的，非常非常的方便。好，来，再来介绍第二个款式了。好，来，第二，今天真的好多，第二个款式先来介绍一个长款好了，等等我。好，再来介绍一个长款，这个长款跟之前你们会发现，哎，妞妞好像哦。来，这一次这个长款它是棉质的，有些人不喜欢穿冰丝的料子，有些人喜欢穿棉质的，所以呢我们把这个版型呢作为两个款式，然后之前那个冰丝的好穿到爆炸，也是热销万件了。这一次这一个呢，两个很像，但是颜色完全不一样，布料完全不同。来给大家看一下颜色哦，这五个颜色，哎，一二三四五六，六个颜色又让大家很难选，黑红灰粉白咖啡色，咖啡色我超喜欢，穿起来就是很有很厉害很质感的感觉哦。好，这些小卡真的都不贵，但是都很需要包色，包覆性超级强烈。来，这件跟之前的冰丝很像，但是它的布料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为什么呢？妞妞，你干嘛要出两款那么像？它们的功能跟机能性完全不同。这个是棉料的，棉质的料子，之前出的是冰丝的料子，两个呢各其所需，所以呢大家都一样买买买。好，因为冰色料只有黑白条纹嘛，那如果你想要买比较可爱或特别颜色，你甚至可以买这一款，一样是高弹，然后面料呢非常非常的舒服哦。来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样子，连棉质都是弹力的，罩杯一体成型，完全看不出什么感觉，非常非常包覆性强。豆沙色是哪一款？都在卖场上咯，都在卖场上咯。想要近看材质，好，我来拿红色让你看材质，它是棉料的，棉质的，所以呢是非常非常舒服高弹的棉料。好，红色这个红穿起来很漂亮，因为它不是那种大红，它是有点红再稍微暗一点点。好，这个很厉害，这个我全包色，尤其是咖啡色是我个人的最爱，我觉得咖啡色穿起来超级有质感，感觉看起来很贵，而且这一件胸部穿起来又很大，就是我里面一样是没有穿内衣。好，一样是没有穿内衣。好，等一下，如果小卡有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到卖场上去找哦。好，然后呢，我必须要比较丑一点翻起来给你们看，它这边都有在做一个包覆性，这边都有在做一个包覆性，所以它等于是双层，你们也不用担心会曝光的问题哦。好，来，咖啡色穿完了，我就要来穿红色给大家看。这一款红色它不算是正大红，但是也是红色，它这个红色穿起来非常非常的美哦，妞妞超爱这个粉红色的，我这一趟到吉隆坡就有穿这个红色，到时候你们就可以看到我的影片了。这个红色一样大过年，大家非常非常的喜欢哦。好，然后呢一样是高弹，背面呢一样是弹力的，大家不用担心哦。好，主要有什么不同，它是棉质的，非常非常的亲肤。好，非常非常的亲肤，哪一种比较弹？我不弹的那种都不敢卖，所以呢大家其实我一款一款在介绍，你们等一下可以重播看一下你们各个的需求，如果有特别不弹特别紧的地方，我一定会非常老实的告诉大家，我希望你们买回家都跟我一样穿得舒服跟穿得漂亮，之外还要推荐好朋友来，所以我绝对不会就是隐瞒什么，说一定大家都穿得下，不用担心。到官网下单哦，这里不能下单哦，
直播一定要赶快刷，因为呢，其实近期当然会有一些未取的粉丝，或者是没有付款的粉丝，数量都会在释出回页面，所以你们自己要认真。红色就超有朝气啊！即使我今天生病，穿上红色，来，就刚刚早上才去抽一针，即使我今天生病，但是呢。看起来穿红色还是满满的朝气，而且红色一般选不好会黑掉，但是我们家的红色是非常提亮肤色，非常亮眼，大家要多看你一眼。正面其实真的没什么，真的啊，正面真的没什么，但是背面呢，我们可以来当个背影杀手，但是而且又不用穿那个内衣。好，然后你看，你之后如果买牛仔外套，或是你家里有牛仔外套，这样子多简简单单就让你有型就可以出门了。好，这些东西其实大家如果真的硬要配起来，你们家里一定全部都有。海外今天下单年前会收到吗？这是个好问题。海外的订单我们会一直出到1月31号，所以都会出货出去给物流公司，但是要实际状况看你们物流公司有没有帮你们配送过去。我们本公司呢是一定会帮你出货，但是呢物流端可能因为你们也会遇到新年等等的休息问题，那边就要看你们当地的状况咯，好不好？所以这款棉料不懂会不会比较弹？完全弹。如果不弹的话，我不是自打嘴巴吗？出了两个一样的款式，一个弹一个不弹，所以呢这个问题你不用去担心，它保证是弹的，好不好？好，长度短吗？来，长度刚好落在肚脐之下一点点，不长不短，就是夏天的背心长度。好，来，红色停留太久了，大家都喜欢红色。好，再来呢，来先来穿一个白色好了。白色很多人买，因为我们家的白色，其实说真的，我们家的白色真的很厉害哦。别家可能都不推榜大家买白色，因为白色很容易脏，很多问题等等之类的，但是我们家自始至终都呼吁大家可以来买白色。来，我们家的白色一样哦，不会看出违和感，都是一体成型的。然后白色最好看的是如果搭配牛仔外套，来看白色的样子，白色如果搭配牛仔外套是超级超级好看。好，白色如果搭配，你看很简单有型，而且白色就是大家必备的东西，然后白色也不会透，也不会透，因为我刚刚讲了，你有没有看到这边做了双层的感觉，所以你的胸这边是完全不会透的，完全不会透，大家不用担心。小可爱都不是限量的，若卖完了年后会追加，但是追加时间就没办法给你保证跟确定，我们实际上要以工厂的部分为主哦，好不好？好，正翻的是超简单，而且尤其是要坏坏的把衣服不要穿好，就是你们也可以做到，因为牛仔裤你们也有，小背心你们买100多块买，100-200块买了。那牛仔外套说真的，女人家庭一定有一件牛仔外套，只是看你要买新的跟旧的与否而已，对吧？好，所以谁家没有牛仔外套？好，来，再来呢，妞妞要来换上粉红色咯。好。这颜色非常非常的多。好，这一次这个粉红色有点像草莓牛奶粉，所以呢这个粉色呢，早上我在上架我就偷偷看了大家的购买状况，粉红色果然是你们很爱的，而且是夏天超级可爱的粉红色。好，有没有超级可爱的，果然是你们很爱的粉红色。下摆会不会卷上来？不会，棉质的不会卷，棉质的也卷不起来，你看我现在想要给它卷起来也卷不起来，所以不用担心。2件298，买两件比较划算，1件180，2件298。所以呢，这么多这么多颜色，这么多款式，我还有5个款式还没介绍。2件298，我不相信你挑不到，我不相信你挑不到。来，粉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好哦，第一次看到粉红色小可爱，我这一次呢准备了非常多颜色，要因应各个大家的需求，所以呢其实真的蛮厉害的。然后来。衬衫来到，白衬衫大家也有，你看你要穿出哪一种风格自己塑造自己穿，我也不知道你想要穿什么风格，如果是妞妞的话我就会把它绑起来，妞妞喜欢走这种风格，所以呢粉红色对我来说我觉得这样穿全包色不会很恐怖，很正常，因为早上超多人这么做，小可爱本来就是民生必需品，所以呢真的不嫌多，衣服你包色我也会阻止你们，除非我觉得很必要包色，但是小可爱包色我不会阻止你们，因为夏天很长，有些人夏天要穿什么不想穿内衣很热，那他就穿这种每天爬爬照，所以我觉得这蛮适合全部包色的。好，来，
再来呢，要介绍灰色。这个灰色我觉得很特别，很难不买，因为这个灰色呢，在外面很少出现。这个灰色是有一点点花纹布的灰，花纹布的灰色。好，来，这款料子是真的很好，它是棉质的，所以穿起来非常非常的亲肤。这个灰我很推荐大家买，因为它还蛮就是蛮韩国灰的感觉，就是这种花灰。花灰我觉得花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花灰是非常非常漂亮的，我觉得很适合大家。一件价钱跟两件不是一样吗？一件180，两件298，三件每一件都是149块，所以买三件以上是最划算的。女生瘦高怎么穿都好看，谢谢大家，谢谢你们喜欢。好，所以呢，你看呢，包覆性超强，然后灰色很适合穿去运动。你看我的胸部不算大，大家都知道，但是穿上这个真的是有 up up 的感觉啊。可能第一次进来的粉丝不知道，但是呢，这真的是有丰胸的效果，我觉得真的蛮厉害的。牛仔外套目前还没有上架哟，那大家一定要赶快分享，这都是高弹，然后一体成型的。你看这个罩杯可以做到完全没有罩杯的感觉，然后不用穿内衣，多方便，是不是？好，再来呢，又要穿一个就是国民公认的颜色，就是黑色，你们超喜欢黑色的。好，来，黑色的部分再穿一次黑色给你们看。这一款黑色这个面料啊，做这个黑色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厉害，非常性感哦，性感指数爆表的那一种。好，来，黑色是性感指数显瘦指数爆炸的那一种。好，来，很厉害吧，超级瘦，瘦到翻掉。后面呢，自己稍微调整一下，非常漂亮，都是高弹的，这边都有空间，你不用担心啦，这边都有空间，然后是非常弹力的。今天全部都有小可爱，来晚了以后可以穿，来都可以哦。我们家的小可爱都是高弹，不弹的话妞妞绝不出手，所以呢大家不用担心，胸垫都可以拆掉的。你不想要胸垫，或是你想再加水饺垫，这旁边都是可以拆掉的，好不好？所以大家不用担心。来，这边我翻给大家看，这旁边都可以拆掉的。这边你要再加要再拆那都随便，但是呢我们家你看哦，它里面还多做了一个双层，所以让大家不会曝光，不用担心。黑色超级瘦，然后一样都是弹力的。好，这个是棉质的材质，真的超赞，错过很多没关系啊，加点蕾丝更性感。来，马上来带一个蕾丝款给你看哦，来，有求必应。好咯，哦，这是250哈，我不太多了啦，太多价钱了。好，那这个就是250，真的太多，因为最近是晕头转向。然后呢，小可爱半截的部分都是2件298。好了，我要来了，我要继续来了，就是蕾丝的，刚刚有人提到蕾丝的 keyword。好，来蕾丝部分呢，那我一样喽，先来穿一个你们觉得很厉害的粉红色蕾丝。刚刚有人说很少看到有蕾丝粉红色的小可爱，对不对？好，来，妞妞这一次呢来了蕾丝，很厉害哦，不要吓到哦。蕾丝款式来了，蕾丝款式黑白粉都蛮强的。好，看你们喜欢什么。哇，我一样先绑好。哎，这真的都是要有胸的穿才好看，瘦穿根本就不好看，好吗？这件黑白相间的分别差在哪？ Ricky 差在布料，一个是冰丝面料，刚刚有介绍过了，两个都是必买的面料，你都一定会喜欢。妞妞绝对不会推出两个产品然后要让大家择一，既然会推出两个，一定有不同的功效跟不同的用途的。好，来，这个蕾丝款非常的漂亮，我拿颜色给大家看，它有黑白粉，我自己这个也三色都带，因为蕾丝小可爱在我们家来说是非常非常少的，基本上是完全没有做过蕾丝的款式。那一样哦，这一款是它的布料就是用我们卖万件的那一件，就是很常穿的那一件的同一个布料，非常非常的舒服哦。今天订购台湾的部分，今天订购最快今天出货，然后最晚明天出货，所以在年前都可以收到，都可以收到，好不好？不知道怎么下单哦，基本上应该是每个啊，我今天看到超疯狂，大家的订单是这样
一长串，每个人都是一长串，真的啊。但是真的是没办法，小可爱就是先买一波，别人买过之后你就可以好好的买衣服，好不好？那小可爱就是我觉得就先买起来，这些都是你夏天春天或者现在可以必备的。好，然后这一款呢，它是蕾丝的款式，来给大家看一下。然后下摆的部分呢，这一款它收的比较紧一些些，原因是因为上面它做了蕾丝，然后是希望大家的肉可以把它往上挤，所以如果你很不喜欢下围很紧的人，你就不要买这个了。我已经有帮，不是它也不会到很紧啊，但是它比其他款式有没有包覆性比较强一些些，看你们，但是不至于挤肉。但是我必须还是要交代清楚嘛，我还是要交代清楚，它的下围稍微比较合一点点，但是呢，不至于影响视觉或是影响你的穿搭感。好咯，目前没有热过就先买一波啊，这也是一体成型的，我们家全部不是一体成型，我会特别交代。你看它一体成型到完全看不出罩杯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比较厉害。好，来，这个是粉红色的穿搭，来，蕾丝大家最想看的应该就是黑白吧，最想看的就是黑白配色吧，黑白配色真的超完美的。我先来穿这个黑色给大家看。好，而且呢，我觉得这一款呢，它的罩杯一样是配得非常非常的好，就是非常的，我觉得我的胸部非常的大，你看胸部非常大，然后呢后背给大家，你看黑色蕾丝多性感，微微的简简单单的。下单时间，这随随便便应该都会下单时间，因为真的是必要啦，我觉得好也是很弹的。好，来看一下后背。后背也算是正常背，然后呢，我觉得这一款真的是让我胸部变很大。然后蕾丝它很特别哦，它是做这种有一点点透透又不会到太透的蕾丝。好，看完马上公公，小可爱第一波妞妞其实都准备上千件给大家啦，真的是千件，所有总共加起来公司有万件以上的小可爱，不怕大家买不到，但是现在有点开始担心了，因为呢你们每个人都好疯狂，我是信心蛮有信心的，准备足够的数量，但是每次直播完就开始有点害怕，因为你们真的是非常热情。好，你看黑色这样穿也很好看哦，然后你之后啊也可以搭一些雪纺的衣服，不一定要衬衫，就是雪纺搭配蕾丝也是非常好看的。好哟，来来来，今天全部都小可爱秀，真的妞妞就冷翻了，所以今天妞妞还特别带了热茶上来，有没有？好，接下来呢，蕾丝当然啦，白色怎么能够放过它呢？蕾丝当然就是白色最必要的啊，而且我觉得真的觉得我们家的蕾丝，等一下还有比较休闲的款式，我真的觉得我们家的蕾丝啊，而且是我们家的白色，你不觉得我们家白色穿起来都白得吓人吗？就把我的肤色变超白，然后白蕾丝真的，你看你之后如果穿衬衫好了，你就把衣服穿好，穿衬衫的话这样子，你看这个老公也会喜欢，男友也会喜欢啦，都是一体成型的。你看如果你就是上班把衣服穿好也是很美的，你看这样子有没有，不一定要裸开开的啦。有没有小性感，跟你讲老公最喜欢的蕾丝款啊。刚刚讲到一个重点，我们家的蕾丝也不会刺跟痒哦，外面的我是不知道，但是呢妞妞也是一个非常就是估摸的人，我不希望大家穿的刺又痒又怎么样，而且夏天会流汗哦，所以呢这个呢也是我实际操作过，是非常非常亲肤舒服，而且有微弹，看到了吗，我们家连蕾丝都做到微弹，非常非常的舒服哦。好，这个呢蕾丝白色必败款，黑色粉色，因为第一件是买粉红色啊，因为我也是觉得我粉红色小可爱很好，对我来说蛮新奇的。好了，那我要脱掉咯，再给大家看一次后背，后背是就是简单基本款，非常非常的好看，然后都是一体成型。那这一件的布料就是跟我们卖最好的万件的那一件的布料是一样的哦。好，来，再来，我要带一个平口的。好，平口的来，很多人想要看那个后扣的，对不对？好，后扣的来了。后扣的部分呢，这个是每年的基本款哦，每年的基本款。好，这个呢一样就是黑白肤啊，会做到肤色，可见它就是一定是超级基本款的基本款。来，这一件面料呢很大推，黑白黑色最推啦，因为黑色卖最好。来，拿到的时候花边在上面哦，小花边在上面，然后下摆是这样子平的，小花边在上面。来，这块布料让你们看一下，它是那种绵密的高弹面料，这个啊不弹头给你，
不然的话那就投给你，因为呢这一款是真的超弹，然后它穿起来是它的罩杯一样是一体成型，然后呢平口的后扣式的。这件呢跟刚刚我所有介绍的小可爱的布料通通不同，通通不一样，给大家看一下，它是这种绵密丝袜型的。我不知道怎么讲欸。然后呢一样哦，以前呢、啊、以前老式的这种瓶口都是做两颗罩杯，但是呢妞家这个是一体成型的，而且呢那个杯真的是做得很漂亮，完全没有罩杯感，完全没有罩杯感，然后有帮你们抓皱。后扣的呢很棒哦，会往下滑吗？来，问到重点，就在等你们问。没有瓶口的东西不会往下滑，但是小可爱呢基本上它滑落程度不会很大，因为呢妞妞有特别就是抓了这个位置，我自己也不希望我做事做一做就掉下来，所以呢我不用担心哦。我后面呢有给大家三格的空间，基本上你们就扣到你们自己最小的位置，觉得会掉就扣到最小，但是我不能保证它完全不会掉，但是不可能掉下来让你曝光。来，就像你穿平口的衣服要稍微微拉一下，但是你看哦我们家这一件呢、啊、它抓肤力是非常非常的强，所以买平口的东西我不能给你保证100绝对不会掉，但是我可以保证90它不太会掉，我觉得对于这个东西我已经算是很有信心跟诚意了。来，这边有三个扣子给你们扣，你们自己扣到你们的位置。当然妞妞我跟你讲，妞妞的上身非常的小，如果我不掉的话基本上你们也不太会掉哦。但是我刚刚讲不能有100分告诉你们，但至少90分好不好，非常非常的好看。这件呢就是卖得非常非常的好，上衣又卖完了。什么上衣啊？哪一个上衣？上衣昨天有说啊，昨天就是叫大家赶快早上去抢购了，好不好？我那一件呢，我可以跟厂商跪求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颜色，好不好？好，大家紫色我确定是没有。好，来，再来，我直接套上去哦。肤色的部分，肤色啊，就是有一些场合或是衣服需求的话，你也可以买肤色。肤色的部分也是非常好，你看到、哦、它真是没有罩杯感，一体成型，你完全看不出是什么，看不出是什么。好，几分钟就卖完了。来，再来呢，白色我还要穿吗？白色我比给大家看，我们家的白色就是这么样的雪白，你看我们家的白色真的很厉，不是灯哦也不是衣服，你看它整个穿上去整个人怎么可以这么亮这么白。好，白色真的很厉害，肤色很多人戴，因为就像我讲的，有一些工作需求或者场合衣服需求需要买到肤色，你也可以先买起来。那这块布料是今天所有上下里面摸起来最舒服的，最高弹，刚不是最弹是刚刚豆沙色那个，最亲肤的最好摸的布料是这一件，完全好摸。紫色洞洞衣没有了哟，但是呢我可以跟工厂厂商追加看看有没有其他的颜色，这是我唯一可以帮大家做的，但是我确定不会有。好，白色记得去买哦。然后这边有没有看到有扣子可以让大家，这边有三格，你可以针对你的身形去扣到你自己的位置好吗？好了，再来呢，我要还有还没介绍完，很多。好，再来呢，妞妞要来介绍的是比较有点休闲运动款的，它也没有到很运动啦，但是这一款蛮大获好评的，因为呢它有网纱。好，我们家网纱蕾丝我觉得最厉害就是做到不刺不痒，所以呢这是我们很能有信心的商品。好，来，好，这一件呢妞妞二话不多说立马就买了个二，因为这件实在太好用了。好用在哪里呢？我可以跟大家说，你看哦，这件啊它有这样子网纱的感觉，所以呢你之后只要穿有一点点露到领边的衣服都会很漂亮，有露到领边的衣服都会很漂亮哦。所以呢你看有没有超美的，它是就是这种有一点网纱的，白色也超美的，所以这件我二话不多说买了个二。然后它的材质也是绵密高弹舒服，哎，买回家先好好认真摸它一下，因为真的很高弹，很高弹，端一端一端，它是那种会端一端一端的。然后呢，来后背给大家看一下，后背是交叉。然后呢下面全部这整件的弹力是非常非常大的，然后这个就像我刚刚讲的，如果你们之后穿一些就是有衣服露出来的都非常非常的好看，很厉害哦。这件
这件是妞妞个人很大推的，哪一个面料最舒服哦？舒服指数的话是这一个啊，跟我们热销万件的那个，然后弹的话就是刚刚豆沙色的那一件，所以蛮多的。好来，这一件我很推，然后我觉得是非常适合大家，它是比较就是大家平常穿衣穿搭衣服是一定会用到的款式，一定会用到的款式，太漂亮了，而且它这个是网纱，但是却不刺也不痒。这个很厉害哦，小可爱太难选择，没关系，慢慢选，慢慢选，你一定选得出来，或是跟等一下中午跟办公室的姐妹一起选，真的很厉害。好，来，那我要来穿白色了，白色又是绝美，黑色是一定要买，而且这一些都是你们去运动可以穿的，好，都是你们去运动可以穿的。好，来，慢慢的跟你办公室的选，只是说你越早下单，今天绝对可以帮你出货，但是今天来不及。我们就是明天出货，动作非常非常的快，所以请大家要跟进一下我们，好不好？要跟进一下我们。好，来，再来呢，白色的部分呢，我来穿一个衣服给大家看好了。好，来，白色的部分呢，如果呢我之后穿着像这样子的衣服，来，这是我们去年的款式哦，今年呢应该会在三月中可能会有类似的衣服上架，来，这样子。非常非常的好看啊！我换另外一件好了，来，我还有另外一件比较合适的，好，不然你们等一下又要问我说那是什么衣服了。好，等等我哟，等等妞儿。好，来，如果你们今天是穿一些上衣是冰丝料子，想要露出你们前面的小可爱的时候，来看看。就可以有用了，不小心露出来的时候就非常非常漂亮了，有看到吗？好，这是我们去年的款式哦，去年的无分袖冰丝料子卖得非常非常的好，来，太多选择了，谢谢大家分享哦。等一下我还有蕾丝款式平口的，很厉害，这件哪一件可以包住副乳？其实每一件我们就是尽量都可以包住大家的副乳，但是这一块面料是很能包住副乳，因为它的弹性非常非常大。你看，就是这样子让大家露出来的感觉非常非常的好看。那如果呢之后大家想穿一字领的话，我觉得也都 OK。那后背虽然是比较交叉复杂，但是呢夏天妞妞还蛮常这样穿的。好，就是很 free， 很随性，非常非常好看。好，而且包覆性够强，有没有？包覆性够强。很美吧这件我真的很大推啦，好不好？所以请大家有喜欢的赶快自己去添购一下。好，再来呢还有一件哦，还有很多件。好，再来就是这个，好，它也是散状的，然后面料跟刚刚那一款一样，这几款啊，这两款我觉得可以一起买，因为呢它面料一样，然后可是做出不同的造型感。好，做出不同的造型感。这一件呢它主打的造型在后面散状，所以如果你穿一些素 T 啊，或是一些像牛仔外套这样的东西的话，会非常好看。来，你看这款是这种散状的，散状非常，每年都卖得非常非常的好太多了，每个都买。好，所以散状我蛮推的，因为散状这块面料真的是非常亲肤，然后舒服，弹力指数是刚刚我所有介绍里面最高的，所以呢每一款它有针对它不一样的弹度跟不一样的布料让大家去做选择哦。散状的就是必买啦，几乎你之后也会看到每一家都在卖，所以呢散状就是必买的款式，好不好？好了，这个来黑白我稍微带过一下给大家看，黑色也非常非常的好看，等一下还有一个重头戏哦，还有一个重头戏要给大家。好，好，再来是散装黑色，散装黑白我觉得刚刚讲过就是必要一起买的，因为他们是真的很厉害，然后每年每个卖家都必须要有，但是妞家的这个的材质我觉得真的很棒。好哟，来，你看这个很美吧，所以呢大家一定要赶快去买。好，然后呢这边有个黑色我就不穿了，
它为什么只有卖黑色呢？因为它就只有黑色。来，有一个瓶口小可爱妞妞自己买了五件，超夸张。来，全黑的，然后它是有点冰丝透肤的，看到透肤感了没？你看这件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呢我自己就买了五件哦。它是瓶口，然后面料是冰丝直条纹的，这件呢非常非常的卖，根本不知道怎么选哦，就只能慢慢选了。来，散状，好，这一件呢就是瓶口，它不会掉，它不会掉，然后它就是这样子瓶口，包覆性非常强，因为它蛮合的，所以呢也不用担心它掉下来。这一件我就不穿了，因为后面还有好多。然后这是一体成型的，大家也可以赶快去买，卖场上就唯独它只有一个颜色，就是黑色，然后面料是非常亲肤，然后有点冰丝，有点微透肤的，非常好看，我自己有买。好，这件黑很赞哦，很多人买，因为它就是一般大家最需要的需求，而且它抓地力很够，是因为它做了四扣，做了四扣，然后一样有三个区间可以让大家扣。好，再来，还有一个很厉害的款式是蕾丝款。好，最后这个蕾丝款为什么放在最后呢？因为它最美。再来呢，它是唯一不是一体成型的罩杯。好，为什么放在最后呢？因为它最美。好，刚刚讲过了，来，我来拿一件衣服给大家看。好，来，为什么放在最后呢？因为它最美。好，来，这件呢为什么放在压轴？因为它最美。好，来给大家看一下蕾丝，它是唯一不是一体成型的罩杯，但是两个罩杯非常非常的漂亮，我觉得后背更美了，后背是整个透肤蕾丝，看到了吗？这件是最漂亮最漂亮，放在后面一点让大家看，虽然它是两个罩杯，但是也没有什么感觉，也算是很像是一体成型的，这件是真的非常好看。牛仔外套今天不会介绍哟。然后你看它的这个小可爱为什么要穿，就是要不要让人家看到嘛，所以它的包覆性是非常非常的强。这件呢必须黑白都买哦，我跟你讲，白色它这个就没有一体成型，但是它也不会乱晃动，它就是两个都是帮大家做好的，一样没有穿内衣，也不需要穿内衣，看到了吗？后背超级美。黑色呢更不要说了，黑色是完全透肤的，透肤的很美哦，这件是一定要买，而且呢一样是全弹性的，全弹性的，大家不用担心，超美吧。好，我来换黑色给你们看，它没有任何的扣子，什么都没有，所以呢你看哦，它没有任何的扣子又可以做到全弹性，可见那个蕾丝布料有多厉害。好，这件是真的很漂亮。好哟，我今天很牺牲耶，还好台北是热，比较微热一点，不然真的会破杯。都是高弹的，我们家的都是高弹。蕾丝为什么不做一体成型的？因为蕾丝如果做一体成型的话，它蕾丝布料中间这边会 Q 起来，就没有那么漂亮。因为一体成型啊，蕾丝的部分它中间就会凸凸的，这样就不美了。下围能穿到多少？基本上我们都有 L 号的粉丝去测试了，然后也有 L 号的小帮手去测试，所以都不是很有问题。那如果你想要知道更了解的话，可以私讯我们小帮手，他可以单人为你服务。你看这多漂亮，你看美背的哦，下巴还有这个，有没有看到很美哦？好，然后呢一样哦，你看一半镂空，然后我一样没有穿内衣，非常好看，一体成型的。好，来，它是唯一我们今天所有介绍没有一体成型的罩杯，它是两个，但是呢我拿白色给你们看好了。来，它是唯一两个，但是不用担心，因为这边全部都车死了，它也跑不去别的地方，你想要在家，想要在家水饺店拆掉也都可以，旁边都有，可以自己拉出来，超美的啊。我生两胎肚子有做什么运动吗？没有做任何的运动，但是呢其实皮已经松弛了，只是透过镜头看不到而已，真的，其实皮是松的。
好咯，所以这个真的非常漂亮了。不管你想要牛仔外套，还是想要什么上衣、衬衫之类的，都要锁定我们的直播。我还没介绍完，我没有要结束哦。好，就是可以这样穿，超级好看。有没有？今天我们是分享留言，就会送这个给大家，所以大家一定要赶快分享留言。好 ，EF Cup 可以穿吗？来，我们有到 EF 的粉丝在社团，你可以去加入我们的社团滚一下。我们的社团呢，里面有各个尺寸的粉丝美女来分享哦。然后呢，还有很多漂亮的女生或是年轻的妈妈都有，所以你们一定要先去加入社团。但加入社团一定要回答三个问题哦，请你们有诚意的拿出诚意来回答三个问题，我们小帮手就会审核让你进去了。里面有很多各式各样的穿搭，不论是小可爱上衣、裙子还是下身，大家可以在里面一起讨论、一起分享。蕾丝当然是弹的呀，当然是弹的，这才厉害。蕾丝可以做到弹性，不是弹性怎么穿？来，不是弹性怎么穿？哦，我真的很怕曝光。不是弹性怎么穿？是可以的。好，外套就只能赶快就是专注我们的新品了，好不好？专注我们的新品。好，然后呢，我还是要呼吁一下哦，冬装的部分啊。你们一定要赶快去买哦，因为呢，冬装只要你有刷都有机会，冬装没有刷你都有机会。然后呢，先跟大家讲哦，这一件我们呢在上个礼拜有上架，全数百件扫光，今天呢又有，今天呢会再抵达公司，所以呢，如果你还没有买到的话，我们有在帮大家追加了，就是这一件去年热销破千件的 MIT 上衣。好，来，这件超级漂亮，它有黑与白，白色现在就手边没有，先穿黑色给大家看。来，黑色的部分呢，先跟大家说，你看超级好看，修身，而且不会紧，不用担心。这一次呢，妞妞都有帮大家做到各个尺寸大家都可以穿的，然后里面就穿刚刚最后介绍的蕾丝平口小可爱，非常非常的好穿。然后呢，你要扎进去也可以，但是呢，其实我这一次做的长度是可扎可不扎，所以看你个人，放出来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然后上面也都是高弹。 MIT 其实没什么好介绍，只要你们喜欢版型就可以添购，因为 MIT 一直都是我们公认非常非常厉害的款式。好，要穿牛仔外套的赶快。然后冬装我刚刚有讲了，我们的小帮手都非常非常的贴心，帮大家整理了现货专区，所以呢有任何的现货专区商品我们都会进现货专区，如果你想要知道到底有什么东西可以买啊。好，刚刚穿的背心上衣开卖吗？都还没开卖哦，都还没开卖，现在呢其实我们会陆续的开卖，好不好？好，大家有没有什么今天小可爱的问题？现在可以来问妞妞，有没有什么小可爱的问题？超多，这件会有副乳吗？基本上在这边，所以呢，如果你很 care 的话，你可能要穿包覆性比较强的平口小可爱，先把它包住一部分。但是呢，买到的粉丝，毕竟这件呢、是破千销售，每一个粉丝都非常的喜欢，比较不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你特别 care， 就像我讲，你一定要买一件比较强的，可以包住你的小可爱或是平口内衣来穿。好哦，来哦，欢迎来到摇滚区哦，非常非常的有趣好玩。但是我要先讲哦，如果你们在里面不常发言的话，就是千万不要哦，因为摇滚区就是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分享、一起讨论、一起发言哦。好，有没有什么小可爱的问题？我今天介绍超多超多小可爱，有吗？好哦，不客气。有没有什么要问的？没有要问的话，妞妞要来去忙咯。牛仔外套好美，蕾丝不是一体成型，那小胸不穿，胸型会不？小胸穿胸会胸型不？完全不会，妞妞就算是小胸部了，它完全会罩住你，跟你身体吻合，所以你不用担心，因为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来，所以呢，我觉得蕾丝的问题真的不用担心啦，真的不用担心，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好，那妞妞呢，现在要再穿回我自己热销万件的小可爱了，就是我们一直在卖的那一款。好，一直在卖的那一款。好了，不管你什么，你要凑，就算你找不到，你凑不到，你一定要买这一件就对了，因为这件是我们卖场卖就是万件，真的是卖得非常非常好。
好哟，妞妞要穿回我的发热背心喽。粉红上衣还会穿吗？来，粉红上衣跟灰那个紫色上衣都售完了。好，所以呢，妞妞这边就不再做介绍喽。马来西亚还没哦，美贝小可爱还会有新色吗？目前就是多一个酒红色，新色的话可能要等年后看看有没有什么新的颜色给大家。小可爱真的很好穿，谢谢咯。好，大家有没有都分享了？都有没有都分享了呢？好，来，什么？胸部会外扩吗？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因为妞妞算是胸部不是很大，所以其实我没有这个问题。那基本上当然啦，小可爱它不是内衣啊，当然胸部有一定程度的人你当然还是要穿内衣，只是夏天我觉得大家有时候会因为小可爱太好穿然后就不想穿内衣了，但是你可能还是要顾一下你自己的胸部咯，或是去咨询一下内衣专柜的柜姐，因为这部分妞妞真的没这个困扰。好哟，赶快去结单哦，好不好？小可爱有买哦，大家都一定要买我身上这件小可爱。这件小可爱啊，就是买到的人真的会把家里的内衣都丢了。其实我也蛮害怕的，就是到时候我们胸部记得要自己好好保养自己的胸部，好不好？好，这件2698真的是卖得很好。你如果凑不到东西，就来凑这一件，多买一件白，多买一件黑都不是问题，因为你只要有穿过，你一定很喜欢。现在只怕说你是新粉丝，你不敢下单我的小可爱，不然一般只要是粉丝下单小可爱，收到都大获好评，都非常喜欢。嗨哟，来，有多少人买这个小可爱？你们自己讨论好了。我解决小胸的问题，因为我也自己先解决我自己小胸的问题，所以呢我真的很希望推广我这一件小可爱，就是给大家就是不要就是小胸部可以不用穿内衣这件事情，而且小胸部穿起来还会比穿内衣还大，所以呢希望你们把这个小胸部的事情推广出去。那大胸部我们有 F 奶的也都可以穿，所以当然不是这一件是for小胸部，只是它真的是一个小胸部的福音救星啊。好咯，有没有什么问题想问？没有了，这边妞妞就要跟大家说拜拜咯。再看一下背面，好啊，没问题。这件背面，这个你是一定要买的，不管你什么款式都不想买的话，你一定要买这一件，因为这件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好，这样是不是不明显？我把这个肩带用下来给你们看好了。来，这件是一定要买，而且我几乎近半年全部都穿这个，真的是把内衣废了。好啦，就这样子咯。然后呢，明天啊，对了，讲到新款球鞋，之后有机会我再跟大家见面一下，好不好？洞洞真衣还会翻货吗？我们洞洞真衣基本上售完就不会有了，紫色确定不会有，但是唯一争取的可能可以看看工厂这边还有没有别的颜色，这是我唯一的希望，但是一切就是晚一点会再跟大家说，会请上明小帮手去处理。好哟，来，想要看什么的等一下看重播咯，好不好？那就这样子咯。请问马来西亚有寄吗？有寄哦，丽宾直接官网订购，或是你私讯小帮手，他会教你怎么样订购都可以，很方便，只要你填写好，填写你家的地址，我们就会送达你的指定地点咯。内衣又热又贵，没错啊，但而且小胸部其实我觉得有时候穿内衣就是很没成就感，而且又很空洞，我想小胸部应该懂得妞妞的心声，所以呢这个小可爱真的救了很多人。昨天的绿色上衣还有昨天的绿色上衣，我们昨天有上绿色的上衣吗？我们昨天有上绿色的上衣吗？没有上绿色的上衣。妞妞今天有看到冬装试出很多东西哦，自己到现货区或是598680自己去稍微刷一下，近期太多人刷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了，好不好？好啦，今天的直播就到这边咯。先跟大家说声拜拜咯。有什么问题记得私讯我们的小帮手，或是你想要什么刷刷刷需要什么的话，可以加我们的摇滚区，有时候呢妞妞会在上面发布一些消息，可以让你们买得到哟，好不好？
好咯，就这样子咯，谢谢大家分享。记得今天你要分享，因为我们送的是牛仔外套，多少人想要这牛仔外套？我觉得大家到时候一定会不够买，但是呢，妞妞还是会留这一件送给你们，好不好？好，一定会留这件送给你们，到时候不够买，我就要拿我自己的出来了。好，无敌超级暖，谢谢咯。现在下单可以慢点寄吗？可以啊，你应该是说海外的粉丝现在可能会遇到过年，反正你有什么状况，你先私讯我们的小帮手，他会告诉你的处理方式。你们都有分享了吗？上次我说不暖，不要叫我妞妞。我觉得有时候真的要唠狠话，因为我刚刚讲了直播，我真的很想让你们摸到衣服，很想让你们拉拉衣服，但是。很想让你们试穿，但是这真的没办法，所以有时候妞妞就会落下狠话，然后呢，大家才会这样。我来试试看，大家通常试的都是好结果啦。好呀，有哦，都有分享哦。等一下妞妞来检查哦，铁粉都你们一个都不准少哦。如果这件呢？哦，这件如果售完会追加，但是原则上要等到三月了，确定。我知道大家很喜欢，其实妞妞也都一直在问工厂了，但是就是要等到三月。应该是说这一季你们现在看到的东西卖完了，除了某几款，就是比如说紫色那种跟今天上衣，其他不会追加之外，尽可能所有你们看得到的东西都会让你们在夏天都买到，好不好？跟我的生日差一天吗？要准备带我的去北海道，那绝对够，因为我们家真的会热死，会暖死，绝对没问题的。好哦，愿意等最好了，太棒了。会有会有，因为它真的很好看，对不对？随便一搭，整个人就亮丽了起来，不知道怎么这么厉害。会追加就安心了啦，真的真的，因为我答应大家，就喜欢的东西我尽量都帮大家追加，除非是工厂端那一边的布料有问题，不然能够生产我绝对会帮大家极力争取，好不好？请我们的小帮手商品部小帮手去做这样子的沟通。好咯，赶快自己去挑一波哦。我刚刚讲了，今天你速度够快，有可能今天包裹就帮你出出去了，然后呢最慢的话明天会出，我们会一直出货到2月1号，所以不用担心，你现在买的东西都会让你们收到。那海外的粉丝可能就是要看你们当地的物流，那即使你没有收到，他应该也会在年后大概2月6号的时候赶快配送过去，所以呢海外的部分可能就要看物流公司咯。这一期小可爱一样好穿，当然一样好穿啊。好啦，我也很舍不得你们，想跟你们聊天，但是妞妞还有很多事情要去忙碌了。好咯，今天就到这边咯，拜拜。